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是2023年12月24号，张医师线上课程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：舒缓方法也可治胃病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请张医师开始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你一定要懂得用什么工具。来，你头转到这里，你看好，我现在舒缓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里头要固定的，那这样就用左手，尽量让它不动啊。因为哈，为什么我这个手会放这里？因为它的床在这里，我这样它就有对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下面就不需要有一个对称点，我直接下去就可以了，是这样来的。好，所以你可以因地制宜，那你要站姿怎么站都可以，反正就是你身体可以把力量传达下去就可以。好，但是我问你哦，这里的舒缓力道跟我做的时候，这个比较大，好，有没有？所以为什么要用整脊床？因为你这样下去，直接下去的力量，而且垂直的下去，力道是最大。所以我们原始点第一个一定要有一个落差啊，有一些整脊床很高的，像国外按摩床啊，那个就不适用，因为你没有办法用到身体啊。这个可以啊，这个是我右手了，这个我就比较能把握了，因为我常常习惯这样啊。我左手啊，就可以把它固定我要的。好，就是在骨头旁边，枕骨没有，枕骨啊，我舒缓给你们看，一样的动作。这样顶进去，有没有？在按的时候，等于好像是用手在按的，等于就用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手肘根本没有像你那么力道那么大。有听到哦？原来矩阵是可以这样啊！所以你们以前学的都不算，我只能这样讲。那这个才是矩阵，那矩阵来自于哪里？很明显嘛，来自于身体嘛。我这里也没有施很大力，对吧？我没有大力压嘛，这些动作应该都没有。我也很不舒服，而且又舒服，然后我面积又大。你们说一定要尖尖的才进去，不需要啊，只要懂得柔中带刚，然后顶进去就可以达到。好，那这个像他这里，我大部分是用这一个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脊椎两侧到屁股应该怎么舒缓？我喜欢用这个。这两手我都会做了，这个就没有修谁问题。为什么？他头会晃，所以要一手扶住。这里站姿第一个哦，要注意的就是，当你张太开的时候，你撑不下来了。为什么？你这样帮人家，好像动作都一样，但事实上力道进不去。一定要这样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以肩同宽，因为这样落差大。然后力量是来自于下盘啊，所以下盘才能带进来。所以我一看我就知道，他如果我们没有点拨，他大概功力只到表层，然后大家都觉得你舒服而已。但是不一定能解症哦，到深层你就不一定。所以一开始，既然力量来自于下盘，所以你们在按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这里不能站得太开，只要站得太开，一定做不出来。稍微以肩同宽，然后这样，稍微沉下来，然后要伸，再往外撑，撑开，这个都是原始点的特别动作。好，我的手不会出力，但我的力量肯定是来自于我的下盘，我特别强调，这样有没有？好，然后我沉下来，好，那力量就进去了。我顺便把按推也再复习给你们看，那舒缓的动作就不是用手肘了。是用这里，是两个，不是只有这一个，它是整个顶进去。但这一次，你看我的脚有没有弯？这里没有。但我如果要按的时候，我的脚是这样。哎，但我这样却这样。好，简单的讲，你只要你的工具使用这里，脚都不弯。比如说我们按头部原始点，你不可能弯，你一定是这样。然后身体往下，所以他的动作都是标准，都是一样。所以你们有时候注意，如果他弯再舒缓，那一定做不出来。
在用的时候我身体会痒。对对对。那上面比较好。哎，我也看得出来。下面晃得太厉害了。那就表示他没有顶，他是不是下面哦会晃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他把我斜他，他把我的身体拉来拉去，这样练出力了。你再看哈、哦，我让他不动，我顶死，他怎么动？他没有顶，他想摇滚起来也摇不起来。对对对对，有没有？就差这一点，你差这一点，他没有顶就对对对对对，他这样就开始。对对对，我是身体有没有力量很深呢？对啊。然后这里可以生成啊，因为它骨头大，然后这里常常你们按不进去啊，很少人应该有按到那么深，即便拿这个工具也未必比我深哦。哦，然后这个翘起来干嘛？放松，整个放松，然后整个身体顶进去，靠身体，哎，你第一个顶，身体往下沉，啊，这个你不要变。嗯。好，好，顶进去之后，这里你又变了，这里都不变，好，顶进去，好，这样开始做。手都会固定翘起来，那个都不对的。你看哦，我即便用这里哦，你看我的手一定紧贴着，然后我是放松的。你翘起来你就用力的，用力才翘。啊，这里已经分散了，所以真正的力量是整个松最有力。所以我整个松，我就直接贴底，哦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它整个就进去了。你看我这样顶有没有？然后我在揉的时候，这里有没有起来？没有，这里也没有变化。所以就不会像你这样，你一做的时候为什么你会这样？因为你想要把它用力顶，然后这里就翘起来，然后用力反而没力，真正松是整个松，然后你这样力量，你看我身体哦往下沉，好，那这样就出来了，我没有翘起来，没有，然后这个是很自然的松。也不是故意要贴紧，如果这样故意也是用力，也不对，反正它是就是自然的，这样放松。好，那这个是舒缓脊椎的，哦，也教你们，还有脖子这些都可以用腕骨。那这个是两个，直接贴紧，但整个手还是要松放松下去，绝对不能这样，那固定要，这个就是有一个意识说我要用这里的力量。那个就坏了，它是很自然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，臀部是最难舒缓的。你们看它这一个身体会不会摇晃啊、哦？然后再来看看我等一下做的，舒服吗？舒服，但是还是在表层。好，来，那你再感受。比较舒服。它身体有没有这样摇晃？像刚刚。好，差别在哪里？你比较深一点，我比较深一点。对，你就是力道轻轻的推。好，我开始讲解哈。应该它这里的舒缓哈，其实它只有垂直的力量，这个跟我们这里又不大一样。这里是顶进去这样，对不对？这里没有推，只有按，然后按，垂直进去，然后它会自然的被这个肉。稍微往外推出去，不是我有往外的力量，如果你们有往外的力量，力量就被分散了，它一定是垂直的力量最大，所以一定是这样。好，那我要说回来怎么说，这个手放松了之后，我把它的肉，你注意我的手指头，我把它拨过来，拨过来，然后我再顶进去，然后顶进去的时候是垂直进去，然后进去的时候我没有往外拨，然后但是我的手已经又出去，然后我再把它拨回来，有没有拨回来，用指头啊、哦、这里扣紧，然后我再贴。好，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这里放松的时候不能离肉，要紧贴着肉，如果当我这样下去然后要把它拨回来的时候你起来，哇，这样就错了，这样再下去就有一种撞击力，不对，它一定是黏，就是我回来的时候是黏在皮上，它的皮跟我的手掌心是黏在一起，所以我拨回来，然后垂直下去，有没有？垂直下去。好，那下去了，我这里
开始松了，你有没有注意松？但有一点起来，但怎么样？没有离开。然后我手再拨过来，这样把它拨过来，再下去，再拨过来下去。好，那你们注意我的整体动作，连续动作就变这样。你们说我在转圆圈，也其实不是，我拉来，这样拉来下去，拉过来，我不是垂直这样拉过来，我是有一点这样下去。好，你们看看啊，我这样下去，我这样下去，而我不是，有没有？所以你们以为我在转圆圈，不是，我是在拨过来的时候整个带过来，这样蛮舒服的。所以我有一点往内，然后往这样往前一点，然后拨过来，然后这个整个肉我就掌控住了，直接垂直下去，直接垂直下去。好，那连续动作就是这样，这样可以非常深，然后非常的舒服。刚刚那个 V 字形，我们还是站直直的一样，但我的手变了，你们再注意，有没有？我拨过来，我这个手斜的，我不是这样，不对。哎，他问得好，其实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说原始点的舒缓，其实就是在解症，因为它一定沿着骨旁，你位置解一定是要一致的啦，没有说舒缓那就可以离开位置，然后手法手重位置，其次才是技巧，你要解症一定是手重位置，所以他注意到我的手的就是在原始点的位置而没有离开。好，你们再注意看，他这样讲哈，我再做一次，我的手有没有回斜斜的？我不是直的哦，我是这样啊，有没有？好，有没有？这个也是斜的哦，我是在骨旁哦，这样，所以我都可以按得到啊。啊，你们以为我在舒缓，你们可能这样，啊，那这样跟我的就差很多喽，这样没有办法解症了，这个直的没办法。这个是最大的问题，你们自己去体悟。反正哦，这个不是一次就教会，但是让你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，这样大概有一个方向可以念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今天我要达到的目的是这样，我再示范一次啊，我的手不可能是这样位置的，我再调整位置啊，我这样下去一定是在骨旁，你们不用怀疑，而且非常准。理由很简单，因为我 这里就可以靠到骨旁嘛，我自己清楚啊，我把它抓过来，然后你看它都在我的肉都在我的掌握中，然后我垂直下去，我垂直下去的时候我这里都没动，我认为这里你还有一点肩膀有一点软下去，那个都不对，你看有没有，这里都是硬邦邦的，等于也不是硬，就是柔中有带刚，该刚的时候就要刚，就是这样，有没有？我如果我变成这样，好，或是变这样，这里都力量就被这里分散了，好，所以我一定是这样，所以我可以全力以赴，有感受了哈？我很舒服，一定舒服，又有时候又可以解症，然后还有涂姜粉泥也是，因为如果你涂一涂，其实也是这样。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，那就可以到深层啦、啊。患处也是一样啊，有些腹水，它要揉那个臀部也可以这样，如果侧面也可以这样，然后这一脚哎在前面哈，啊这样这样我也可以啊，有没有？我也可以啊，我也可以顶进去啊。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自己步伐就要变，对不对？这样才能有一个顶的感觉啊。但没有办法像床哦，床因为它是固定时，这里就有空间了，就会摇晃了，所以重力量都减轻了。记得我刚刚坐姿也是一样，坐姿这样舒缓，那个力量都减缓了。那这个你们就要评估了。好，那这样力量一样可以进去，但你们一定要晓得，你们这样的力量已经
减轻很多了，没有办法透到那么深层，对吧？那但是还是蛮舒服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我们重病的时候，其实不一定要很深，就是让这样热源进去就可以。那所以随时都可以调整动作。我们现在来教各位哈、哦，这个患处的按法，这里有时候都会绷紧，甚至腹水，你都会用到。所以这里或是他大小便大便不出来，膀胱无力啊、哦，这些比较属于下腹。然后你按推他又不能出来啊、哦，有时候大便不出来就变急救了。那急救我们不是立刻怎么样姜汤灌肠，不是，是要涂姜粉泥，然后直接从患处下手。那患处下手就是第一个背部一定要涂，背部我舒缓已经教你有没有、哦、就是在脊椎两侧，甚至等一下还会教你们整个背部的涂法、哦、那这样就完善了，等于背部的涂法，然后还要配合怎么样前面，因为它已经蛮严重，所以前后都要。那前面的你舒缓的动作也是一项，你一般如果你们这样大部分都是这样涂姜粉泥，我看最多的都是这样，然后这样呢呼呼尾啊呢尊爽，你们常常会这样，但大概他的感觉大概就是止于这样。但是如果真正我们的舒缓其实是我说涂抹姜粉泥，它本身就是按推的一种，那我们应该怎么涂呢？也就是手指跟手掌它整个是贴在患处，就是接触它的皮肤整个贴住，然后很轻松的、哦、比如我这样有感觉哈、哦？有。然后记得、哦、这一手是轻轻的 哦。啊，我还是要讲，男生绝对不能叫女患者脱衣服，绝对不准，因为揉肚子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那他的手法你注意看、啊、我的工具在哪里，我整个都贴紧了、哦、好，有感觉吧？好，我也揉下来。好，然后我也然后一边涂姜粉泥一边这样、哦、然后它就会慢慢干掉。好，然后我也可以按旁边，按到旁边、哦、舒缓到旁边，然后这样甚至到腹股沟都可以，这样放松。他在用力，我也可以感受得到，因为你这时候是很近的，然后你贴紧，你大概都可以知道他的一些反应。好，好，那同侧也是这样。你们注意哦，我全部不会这样，这样，我的手都有一点像屁股这样，有没有？哦。有一点这样，好像转圆圈这样拨回来的时候，这样啊，那这种都很舒服的。好，我都习惯这样了，已经久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做，但我知道这样变得很松了。啊，如果直接这样变怪怪的，就是我觉得不顺。我做给你看哈，如果我这样，哎呦，我这样好啊，跟这样这样，是这样。好像在走太极，走太极你比较舒服是吗？啊，如果直接就有一点不舒服，所以你看，同样一个手法，竟然在这样维系间，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我不是要求你们去学那个很玄的东西，是要教你们学会怎么样可以应用的。然后他为什么这样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因为做久了，我都觉得应该要这样拨。所以我的结论就是。在台北有人问，人家说揉肚子要左十千或是右十千，或是只能左不能右转、哦、只能旋转，方向是有一定。我告诉各位，原始点没有方向，你可以脊椎两侧从下面按到上面，也可以从上面按到下面，没有限制。你也可以这样、哦、也可以这样转，你看你顺就好，然后手柔软，然后知道怎么用力，这样就可以。所以你们如果还会像这样问人家教你们什么，那个都是迷信的、啊。在我看吧，真正的功夫没有那个，还有固定招数，就是要哎还要配合呼吸，那个都不用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到什么无招，就是没有这种
太多的思维，他也不需要考虑太多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做，然后就可以达到我们要，这个才是原始点，化繁为简，最基本的一些概念。尤其腹部，它力道要多大，不一定，也是要看患者能承受。所以你们现在不要问我那个力道多大，是患者只要能承受，然后他又感觉舒服，有一点点痛，那是正常，就好像我们在按推压痛点。有一点点痛，但绝对不是那个蛮力让他很痛那种感觉。很轻的痛，不行，不行，尤其这种要特别注意。好，我再弄一下给你们看，好，有没有？我都不是直接的，然后我的手法，比如说像屁股啊这些要回来连续的动作，我就那个，但是唯一背部我就不是这么来回哦，我是顶着直接来回哦。哎，又有不一样，那、啊、为什么不一样？因为这个是患者最舒服，就这么样，好、哦，应该是这样。我现在想通了，会这样来都是肉多的地方啊，啊，脊椎我那个肉少薄，所以你直接这样也不要管肌肉，啊，这里他要管到肌肉，所以要他讲的也对，要有一个缓冲的，你拉回来，哎，他就知道，所以他就很松，然后再下去，哎，他就能接受。如果肉多的，记得我讲，收回来的时候有一个稍微好像画圆圈，我都往上了，我习惯这样带过来，然后下去，带过来下去，臀部也是这样，臀部是更明显。我拉过来的时候，我这样拉过来的时候，直接要顶进去，这个不行。哦，所以我这里拉过来，我稍微放顶进去，但是我力量是控制哦。你看我这个把它固定，然后这样控制住。我就不会到很深，啊，那个臀部我是直接进去的，哦，甚至有一点好差别在这里，然后这样，然后你看哦，旁边说不能拉也可以啊，你们有没有注意？我已经离开肚脐了，嗯，这样舒服吗？一样舒服，对不对？可见都可以啊，骨头不能拉就对了。那这个胃不舒服可不可以按？可以啊。所以如果你按背部不会好，患处体上你也可以这样做啊。然后你知道这个骨头是这样，所以我的手不要去压骨头，我就稍微变化，然后也是垂直。但回来的时候我都有一个形，就是这样拉过来顶进去，有没有？好，那这样我整个按下来按到这里都是舒服的吧，那种感觉都一致了嘛，好，那他就证明一件事，只要到这里这里其实这个手法都适用，包括我们的膀胱，好，你们再看看，好，这里是耻骨了，好，这里上面就差不多，好，小腹，好，然后还有很多，我说卵巢癌子宫癌，然后你看那个手法有没有，我有没有也是一样，跟上面按法一样，都有一点稍微转，好，然后到这里，你们再看看，哦，原来是可以这样做的，而且可以做到深层，然后又舒服。好，同侧也是可以这样的，哦，同侧这里比较难做，如果可以到对面也可以，还可以啊，这样还可以哈，哦，因为你还是有转半的。对，只要转半年，他都不会感觉不舒服了，哦，所以转半年原来那么重要，我今天也才知道，但是我不知不觉我都是这样转，我发现我肉多的地方，我就是一定要会拉回来再出去，拉回来再出去，没有那个动作就不行了。没错，你先下沉，下沉，下沉，推出去，推出去，慢慢的推。拉回来就是要慢了，慢慢的拉回来，再下沉，推出去，再拉回来，下沉，再推出去。拉回来手要松起来，对，要松，啊，但是要很自然。拉回来手要松，然后接着比例，嘿，这样自然，很自然的，对对。哦，你下手太重，不是你一下子就那么重，人家受不了。要慢慢加深，啊，下去。
你们要揉深层，一定要先对坐，要不然你们遇到重病，你们这样一下手，很可能患者就伤到了。所以这里比较脆弱，所以还是要多练习。好，现在要涂姜黄泥，我先介绍手法。我们一般涂是整个要推均匀嘛，然后这样，记得这里要注意的一些技巧。最好站在这里，不要这样，这样很难施力。不要站旁边，然后去涂背或是这样，站在头，然后站在头怎么施力呢？脚一定，因为你用这个掌，只要用这里的工具，脚都不能弯，这样才能够施力出来，这样推。所以他第一个动作是整个手掌，涂抹的要诀就是手掌。手指头整个贴住对方的皮肤，然后整个贴紧，然后再用身体的力量，有没有？我往下沉，然后再推过去，推过去。因为现在没有姜粉泥，所以很涩，所以看不出这样。然后整个都这样，然后包括指腹，你看也有用到有没有？所以手掌，然后到这里有没有？手指有没有？我的手指有没有用力？你们注意看，有没有？其实都有，到这里拨过去的时候都有。我这里的力量全部用，但这里的力量肯定都是怎么样揉的，我绝对不施蛮力，就是我即便有出力，好，你看我贴紧了，有没有？这样拨，这样拨，这样拨，来，然后我身体有没有靠下去？有。我大概手法跟你们这样介绍，因为没有姜粉泥，就是会嘚瑟的，我不好说。但是最基本的动作，因为等一下你们看整个流程就是这样。然后到最后就是到这里的时候，要涂这里的时候，你不可能这样，那这个就用掌根，然后往外，这里要贴紧一样，要往外拨，往外拨，这样这里也可以涂到。我都有怎么样？按推，所以到现在为止，涂抹不灵我们的按推，原来都是变招，所以我才说，当你会的时候，你看腹部我也是按推按推，这里我也是，到目前为止没有离开我们的按推，所以我们的原始点的手法就是两个字，按推，它如何表达出这两个意思？在各个地方，那你要善用这里的工具。好，那这里都没问题了，我们开始来涂姜粉泥。好，好，这里太干也没关系，应该还要湿一点了。这干就比较没有那么滑。我建议这个太稠了。你们可以站这样，我习惯站这样，有一点这样弓箭步这样更有力，有没有？我可以这样。好，那到后面的时候，你弓箭步太远了。这往前有没有？所以那个脚步可以你们自己随着，我只是提醒你们了。好，你们有没有注意？我整个都贴紧了，有没有？然后我的手掌也都贴紧了，我这样按，然后推，然后这样推，然后面积又大，有没有？如果这样前面就是这样，有没有？图是这样。那我这个时候就弓箭步比较好推。好，那这样涂过了之后，你看它的肉都会红色呈现，有没有？这个才深层进去啊，你们以前应该没有这种感觉吧？没有。好，那到这里的时候收尾，我说要涂的时候有没有？这时候我这里固定，但重点在我用弓箭步，然后用手腕把它顶进去，然后拨开，这里慢慢涩了，有没有？其实已经干了。好，那干我们说第一遍这个要干啊，这个才是叫干，而是不是要用吹风机把它干？开始它干了，开始涩。那到这里的时候推不动的时候，就开始拨屑，然后拨屑是用手指头力量比较大，然后这样乱拨就可以了。这个手是很轻松的，
有没有不着力的？好，好，那这些屑越来越多了，就把它剥掉。你们可以摸摸看，现在那个、欸、真的嘞、欸，而且这里都发黄，是不是不一样？而且这个又进去又到深层，到最后干，这样才算第一遍。而这样的干光滑干干爽，不是靠吹的。我们还没有用电热吹风机把它吹干，然后你全部是真的用人力哦，这样，所以做一遍你看是这么麻烦，然后一定要涂到哎推不动干了才开始剥屑啊，我整个流程也做给各位看。张医师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感觉很舒服，对，但是收尾最厉害，他收尾超厉害超爽的。那这个最后哈、哦、还有剥屑，那个舒不舒服？真的很舒服。那这样三次下来，我预估了30分钟。真正的原始点的涂抹方法是有讲究的，不是这样胡乱的这样搓表面，那个都不对的。其实到最后你们发现我还是按对，但这里的涂抹。跟我们的工具是不一样，我全部发挥，等于这里手掌还有手指开始到尾，它整个手都有、okay. 都有力道进去。我那力量，我一再讲，我不是用手的力量，然后柔中带刚就是我用身体的去推，然后我知道手指头这些要贴紧，然后稍微力量进去，就好像你要推这个还是要有力量，对，那个力量就叫刚，但是是柔中带刚，不是硬邦邦的，你手都不松，然后用力大力去推，那个每个来都不舒服。对，所以你们要柔身也柔不身，原始点它其实真的就是一门艺术啊。但是它要怎么表达，就是你如果从基本功开始练，包括舒缓，今天教你们舒缓其实是完全的结合，因为舒缓其实也是按推的一种，然后要善用工具，尤其舒缓的工具几乎都在这里，没有用这里舒缓。对，所以这里更讲究的就手指头、手掌心、还有这个动作，还有这个动作，尤其什么时候用这一块，有时候用这一块，有时候用两块，比如说背部的时候就用两块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到了臀部的时候是用这两块直接顶进去，对不对？这个手只是轻松的抓住肉，然后这样抓回来慢慢顶进去，然后到了这个涂姜粉泥的时候是完全并用，就是手掌跟手指头完全贴紧，然后靠身体的推力，然后你开始如果在前面的时候你弓箭步反而重心比较稳，然后这样，但是推到这里的时候你这样这里就没办法着力，所以你就必须这样、哦、这样就有力了。所以它是循序渐进，刚开始是这样弓箭步，然后到后下面的时候你就必须，因为你要用身体嘛，那身体已经离你太远，你就要这样，好，那这样力量就可以使出来，有没有？所以站姿我说也蛮重要，要看我表层的还有怎么配合整个身体姿势，然后到最后收尾的时候，因为都到前面来了，所以这样，然后我的工具就这里贴紧之后，手指头就不用力，因为我是要涂前面嘛，所以这时候这里进去，然后就拨开，这样拨开。今天教的确实以前没有教，以前也没有教你们舒缓，然后舒缓原来是要跟我们的热源怎么样结合，完全结合是可以做得到，没有分开的，不是二是一，所以按推跟热源是结合的，所以可以同时解决体香跟热能不足，所以我们等于玩到顶级了。这是原始点跟其他的一些医疗方法完全不一样，就是我们可以让很多重病来马上可以感受到很舒畅，这个我是可以确定。这一次来就是让大家体会，来你头转到我这里，然后过来，好，我开始整骨下来舒缓是这样啊。舒缓用这个啊、哦，你们刚刚看了整骨下沿是这样。好，那再进一步跟你们讲，这里要不要舒缓？这里其实我们在按推的时候已经在舒缓。你们看哈、哦，如果上次你们懂，我上次教你们，
我那个手是柔的，所以这样就直接可以坐进去，所以我既是在按推也在舒缓，所以这里不需要特别舒缓，懂我意思吧？但你们手法一定要做对哦，做不对真的很患者很痛啊。好，然后再来看看，好，这样，然后这个是颈脖子，哈，整个就贴住。好，那这个这里哈，我认为是跟背部有关了。刚刚你们看我收尾，所以这里就不做了，我们就直接坐这里，坐到这里来。好，那这里就是脚记得站直。好，那这个推，你看哈，肉少就可以直接，肉多还要有一个这样缓冲，有没有？哦，两个不一样的动作，稍微注意一下。好，这个就直接啊，这里反而直接更简单，然后就可以透进去。好，那这一手也是一样，记得手不要翘起来，啊，是放着，轻松的放。好，那臀部因为肉多啊，所以就要多一个动作，拨过来，有没有？这样。然后往下，然后下去就不要往外拨，放松，然后再把肉收回来，下去，垂直下去，松，下去，好，这样，然后连续动作就变这样，所以有些人说我都在转圆圈，好，记得这里不要起来，好，我是垂直，但是你们看我拨是被他骨头滑出去，因为下去这里很滑，大概是这样。但是女生我建议是放这里，放这样，好，这样高度你不要放这样，这样就有落差，这样做不出来，一定要有一个平衡。好，好，那你看哈，这样放松，好，大概是这样的感觉，有没有？然后胃是在这里，我就这样进去。这里都有骨头，所以避开骨头就在骨旁，然后这样。痛哎！啊，如果他痛啊，表示怎么样？你看他不痛，他痛，那就代表怎么样？他不能太大力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，好，再轻一点，这样就不痛了，对不对？痛。这样还是痛，你一定有问题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么轻，他还有痛点，那是不正常的痛。我几乎可以确定他有体伤，而且是患处体伤，他一定有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毛病，但是我几乎可以确定，因为我那个手既然那么柔，又很轻，也不深沉，然后他就在痛，就好像跟我们找痛点一样，那他那个痛点特别明显，那就代表什么？他这里有体伤了，所以你就可以放。所以为什么学原始点，它既是治疗，你在按推的时候它既是治疗也是诊断，这一招特别厉害，所以他第一次跟我讲我还犹豫，哎，我是不是力道太重，但是第二次我在减轻的时候已经减轻到不能减轻，他还痛，那就确定了是他的问题。我按不会痛。你当然不会痛，因为为什么自己按哦，没有办法找痛点，因为你怎么按这里肉多，然后这里是怎么样，这里有一个好处，在整脊床它是怎么样沉下去的，那个力道可以深层的，所以可以测试，包括我们按推也是一样，按背部的时候我们是整个层，那它下面有床把你抵住，所以这样就可以揉到深层。我现在再轻一点，已经很轻了，几乎都在表层了，就是不用，没有，我这样那么轻，这边会比较有感觉。好，那中间就没有，这边，那我告诉你，你的问题在这里，嗯，你这里一定有问题。好，我现在是帮你也顺便找毛病，啊，也让你感受到，这里也痛啊，哦，那我再轻一点，这样呢，还是痛。奇怪，不是很健康吗？他不是紧张，有没有健康？哦，不是他说了算。对对对，简单的讲，哦，你所谓的体伤是怎么样？患者没有感觉痛，而我们去碰触的时候，他感觉痛，那个叫做压痛点，也叫做体伤位置。那既然有体伤，他虽然没有症状，表示怎么样？已经有因，
只是还没有炎。如果再有恶炎来，他那个体伤阴炎就聚足，所以这时候才会出现症状，火爆就现前。所以有体伤未必有症状，但有症状必有体伤，这个是。所以你不管治已病或治未病，一定要先找出体伤。那有体伤，他说没有症状，还是有问题。以原始人的诊断来看，他这里就是体伤，不用怀疑。这一套理论是很严谨的，绝对不是谁说了算，是我观察累积而做出的原则。所以我说原始点太厉害，我连自己写到自己都会觉得太厉害。他既是这样按就可以治疗也可以诊断，你看我一边做我就可以确定他有体伤，即便没有症状他自己以为健康，不对。就好像很多心脏病发作的时候，突发的时候，他之前都没有毛病，突然间一睡就不起来。但是如果这一个人再来给原子点，他一定背部有底伤，没有因怎么会有果呢？我这个是可以推理，所以就可以确定他这里是有问题，而且他是靠这一边。等一下我另外一边再帮他找找看，这样会痛吗？不会很痛，就是有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放松了，有一点刺激感。那我不敢再大力，我怕你受不了。啊，如果这样是不是蛮舒服的？对，是吗？我就是希望你们学这样对待患者，这是其基本的。这里痛了，这样可以接受吗？已经轻到不行了。这个，我说我们这个小腹就是耻骨上缘，对不对？这里都还是很松的。好，你看看这样会不会痛？好，那这里。这样会不会痛？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好，那个力道都很轻的。我现在先用轻的，啊，帮你检查一次啊，你自己感受哪里特别痛，等一下再跟我讲。好，那这里都还好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都没有问题，但是到这里就有。好，那很明显。我有这里又有刺激感了，有开始有了哈，但还好，好像还没有左侧那么严重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了，这里痛了，这样呢？很轻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这里会痛吗？不会，都不会哈、跟左侧不大一样。有一点刺刺的感觉。哦，这里一点点，好，那不是很明显，那这里还好。这样可以吧？这样。这里也可以。我这里就比较深了、你有感觉吗？我力量有进去、那里我不敢用力哦。但你看，这个才是正常。所以你这一边右边反而没有问题，你左边应该有一点体伤，没有错。有没有力量就差不多这样？有感受哈、你们要学的就是这样。好，是吧？好，那你们今天看到了。表示如果要解决患者的患处体伤，也要找痛点，那就是你轻轻的力道他就感觉痛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要解决的体伤。那你的体伤都是在这一边，我再按一次。好，那我慢慢轻轻的，我看看能不能按到深层，这样可以接受吧？这样可以哦。这里开始、比较有痛感，这里比较有，好像会紧绷。对，这里可以、这里就有了。我同样力量，那你记得这里哈、我再来这里，这里熟悉过，还好，这里还好。那这个小腹耻骨下缘、这里还好。那这个，我现在力量都不大了，就是用一般的，更轻一点的。这一边好像就没有了。那很明显你的问题就出在这里。现在我慢慢揉开、慢慢进去，你看看、这里很痛、那就都是在这里。那这样受不了吗、开始受不了。好，就是这一点，其他没有，其他我认为都不严重，就是这一点。轻轻碰他就跟我对抗了，爆裂的感觉。他这里一定有问题。这样按
背部有用。这是患处体伤，患处的痛点。那患处的痛点，你要用从大开关解决，有帮助，但我难很难从背部渗透到这里，所以你一定还要热源把它这样按进去。那如何面对，就是还没有疾病的时候，原始点强调治未病，那就是你把体伤找出来，然后怎么把热源进去。那它因为它同样力量，所以它的诊断特别准，我只能这样讲。比仪器，仪器可能或是人体的感觉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痛点已经就可以找出来了。他后面也，后面一按就很痛。这里啊，我这样按你就痛了。他有两点，那这个肯定是有问题。刚才这里的。好，那这个一定是有问题。我那一条，很轻的。很轻，非常轻。你看，我几乎，你看。他就弹给我了，这样能不能做？不行，他弹就不行，那你就只能这样，连力量都不要进去，这样表层，记得不要跟他对抗，他要跟你对抗，你也不会给他机会。然后他只要一有反弹，我就放松，他硬我就松了，他也肯定是有问题。那他现在开始放松，但是我还是不敢下去，因为稍微在进去的时候，他就有跟我对抗的那个感觉，我自己可以感受得到。这样可以接受吗？可以。记得，像年纪大，你不要一下子就很深。像我这样已经很轻了，他还是有这种感觉，你们就知道，有时候如果你们大力会是什么结果。确定他有体伤了，你们也看到了、那他轻轻的，他就会跟你对抗，那就是他痛。所以你们以后再学这个，随时要去从你的手去感受，因为他本来就是在治疗跟诊断。这有的，这其实是你跟硬。对，我这里马上碰，你就跟我对抗，所以我的手很清楚，这里就比较轻，虽然会痛，但。没有那么严重。这里是小腹，也就是膀胱。很多年纪大的，其实这里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部位。有没有注意我的脚步？有哈、我这样就可以顶进去了，那你如果你这样，我就变这样，光肩部，然后直接这样，然后稍微头稍微这样，我才比较好按了、这个稍微你们注意一下，所以看他怎么头怎么转，我们就怎么来配合他。放松，这是压迫感，不是痛。我知道。因为你这里有问题，压迫感跟痛、胀、痛、麻、酸，其实都是属症的不适感，都是属体伤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即便他有不一样的感受，但还是不舒服就对了，那个就是体伤位置，是不是？这里也，因为我看你就绷紧了，这里呢，你没有放松。对，这样才是放松，正确的放松。你都绷紧了，因为它绷紧，所以你放松不了，是吗？好，那就只要这样了。你如果放松，我可以揉得更深层；你对抗，我就只有在浅层帮你处理，就这样。患处体伤就是按推患处体伤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对。涂姜粉泥也是在周围，这里都要涂。然后借由按推，现在教你们这样，就是把热源推到深层，让热源能够被吸收转化成热能，它就可以推动深层的组织器官运作，来加速修复体伤。它的所有道理就是这样。
这样没问题了，就是这样热进去的，就是这样热进去。那热进去，温暖组织器官，其实就强化它的运作功能，对，而不是那个热可以治病，是它可以推动它。对，你没有揉到深层，热是在表层，所以进不去，就很难修复深层的体相。所以今天你们学到的就是原始点的精华，就是借助手法让你们涂姜本尼的热可以渗透进去，然后强化深层的运作功能，然后来修复深层的体相，那这样才能达到我们说的解症效果。这个很重要。那热人本身不可能解除症状，但是它可以帮助修复体相。但按推，因为你现在又结合按推换处，按推换处体相能不能解除体相？可以，他处体相你按推大开关，换处体相你按推小开关，它也可以解症。然后再加上热能可以把它带到深层，来加速深层的体相修复。然后深层热进去，它可以强化深层的运作功能哦。那今天全部你们学到的，我认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基本功，不亚于大开关。现在这个书馆比较强调的是小开关，但你们有没有注意，在大开关臀部啦、脊椎两侧那个书馆也是蛮舒服的。对，是。所以等于今天这些书馆的动作，其实是我们原始点手法的一部分。所以之前都一直强调哦，按推脊椎击触原始点。那个还不够，今天这样教，然后再教各位涂姜本尼，那就比较属于完整的手法。那拇指的指腹那个力道太小，然后很费劲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容易受伤，好，所以除非不得已，我一般指腹是很少用。我现在比较常用的，你看哦，它这个鼻尖，这个就一定要用拇指腹。你这么大你不可能按，但这种指腹因为按一点点不容易伤。但如果你看哦，如果是按脖子，你用指腹当然也可以，好像也蛮那个刚刚好，但是还是费劲。这样我帮你这样舒缓，舒不舒服？很舒服，非常舒服。那现在我改变一个手法，好，我用我的工具，就是这个，其实我现在比较喜欢用这样，真更深舒服，比较深，爱又比较强，力量比较深，又比较强烈，对对对，好，跟刚才差不多三倍了，有没有？所以他这样体会，他就知道为什么我的工具如果要解症，我舒缓绝对不会像你们舒缓，你们舒缓是抓皮的，好像抓舒服的，不是，我的舒缓是解症。我所有一切都是为了解症而做的，好，所以我不可能帮人家再这样。你们应该几乎看不到，这个是早期我可能偶尔还会用，现在几乎根本不用。好，这样也是舒服，对不对？但差很多，对不对？差很多。对，同样舒服，但是它现在经过还有另外一种舒服，又可以深层的话，你说他会选择哪一样？后面对不对？这是你的真心话，所以这个工具就是我常用的理由了。好，那你们有没有注意，我在舒缓它的时候，我的手我这样要顶进去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一个手怎么样对称，所以你们要注意我的手，这个手一定要这样。你们常常会乱放，比如加持，这个是最常，然后我这样揉它晃来晃去，你们也以为可以，没有，其实它有它的每一个动作有每一个动作的代表，所以一定是这样，好，然后才能够推。那这样又能解症又能舒，但你以为这样的力量是最强烈，哎，不对，因为它是悬空的，好，这是就地治理。如果到整脊床，它又会有不同的感受。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。谢谢大家。